觉心法师您好，最近啊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一直很困惑我，就是孩子的成绩问题。他有时候考试的时候，我们家长比他还要焦虑，我们的压力都很大，怎么解决我们的焦虑问题呢？请觉心法师开示。佛教的本质其实也是教育，教你如何找到内驱的动力，领悟佛法，转凡成圣。那么教育同样，我们都知道内驱力对人的促进。孔子说过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也就是说，只有从中找到乐趣，以之为乐事，才能做好学习这件事。一个学生他的成绩好不好，这只是一个表现，成绩好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想成绩并不等于教育，这套评价体系只是教育的一个方面，种如是因，得如是果。我觉得因和果的关系在这件事上体现得最明显。我读书的时候也常听人说这两句，因上努力，果上随缘。因上努力，如果你努力过了还没有特别好的成绩，那么你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呢？相反，如果你没有努力过，那么你凭什么有好的成绩呢？果上随缘，这是一种开放的心态，是如弥勒一样心怀万川的胸怀。这需要你们作为一个团队来一起努力，父母要有长远的考虑，孩子也要有开放洒脱的心态。我们有句古话，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。这个故事很有意思，出自战国策里的名篇。父母对孩子的深谋远虑，可不是眼前的一考一卷，要把眼光放长远，起码放长到他的一生。为了他的长远考虑，你就不能过于陷入成绩的影响，这样你焦虑他也焦虑，也不要成绩暂时上去了，可是他的心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，乃至于影响他很多年。教育还是要有中道的教育观，我们想事情喜欢朝着根上想，想它的本质，你想要那个果，那么你要为孩子创造种种的因，而不是只提要求，要和他一起想办法，做他的队友，而不是他的敌人。苦就和他一起苦，乐就和他一起乐。你们这么努力，长远来看，那个果还能不好吗？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，我把因上努力，果上随缘这句话送给孩子们，愿你们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、成才。阿弥陀佛。感谢觉心法师开示。